不行，我得马上传送到美食村找人来吃汉堡。如意如意，按我心意，快快显灵！哇，金色传奇！什么异花鹿魂新皮肤？哈哈，我辣条可真是欧皇附体！什么东西？炸！不要啊！好疼啊！哎呦，你还好意思？哎呦，我被你炸了，还没哎呦呢！哼，你是？你是美食村看大门的？什么人？炸了人不道歉，居然还听出本辣条性感优雅的声线，实在可恶！哎，你能带我去美食村找小王子辣条吗？不带，没空，忙着呢，走喽！不许动！你是谁？不好，这肯定是冲着我来的。跑了一个花小楼，按照这画像，你们马上把他给我抓回来。说，你们谁是花小楼？他是。你们到底谁是花小楼？不是我呀，是他。不是我。你们两个搁这耍我呢？不想死就赶紧说，你们到底谁是花小楼？说呀，快说呀，你才是花小楼。好吧，你说我是花小楼，那我就是花小楼吧。哦，看来你才是花小楼。不是啊，我不是，完蛋了，呵呵，我辣条真是飞球附体啊，刚换上新的皮肤就被贼人盯上了。不行，就算被插走也不能暴露我辣条穿女装的事情。哎呀大哥，你不是带着画像吗？快拿出来看看呀。有道理有道理，我来看看。哇，你说谁见过我的样子？这啥呀？这是这画的什么呀？这你们好像都挺像这画像的呀。哪里？那就都带走。可恶，你真当我是树的？哼，灵祭司。快醒醒，你没事吧？好啊，你个臭绿茶，刚刚人家问你是不是花小楼，你非不承认。哼，等等，你是花小楼？那个官方的亲女儿花小楼？对不起，要是他们发现我是花小楼，我肯定会马上没命的。我只能借助你拖延会时间。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哦，你想保护谁？你想干嘛？哼，还想保护别人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汉堡是为了救你才没命的吧？什么汉堡？你把汉堡怎么了？哪来的死老鼠？本蛇神在这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滚！你快走，快回去找辣条小王子。喂，别把我传送走啊，这样大家会觉得我辣条爱穿女装没担当啊。喂。